能签建交公报，吼、哦，所以这四样拢无，台湾国唔是国家嘛，连国家拢唔是要哪加入联合国，所以你用台湾入联，人联合国逆住住联看，无甲你看，甲你退惊，好、哦，啊，这都做台湾国看，改成拢有啦，我等下讲，啊，台湾国敢那像一只猩猩，只狗，人模人样。有耳有目睭有鼻有脚有手，啊，就身躯甲洗洗咧，西装内裤再甲拍起哩，穿起哩，手牵咧就讲要来火箭署辅助要申请新闻奖，赶快要加入联合国啊！只是有那个样子，但是法理上台湾要唔是一个国家，哦，咱拢爱讲法理，咱唔是咧讲感情，哦，大家拢咧讲法理哈。用台湾的名要申请来联合国，哈，台湾甲进目前的地位是日属美占，哈，台湾敢那是一个地理的名词呢，哈，今麦咧讲的台湾只是一个地理名字，不是国家，哈。卡住咱台湾，哪讲要建国，你要独立建国，有五个基本的步骤，这叫国际法来，叫国际战争法来，好来，咱来看，要安怎，这五个步骤。好，来，第一个，美国君主政府要入来台湾，结束中华民国国民党政权伫台湾的统治，把政权交予咱台湾民政府，哦，台湾人家己自治，哦，家己管家己，管一段时间，予台湾人的头壳拢清楚，哦，拢顶洗脑洗清，转来变日本的台湾人了，咱来要求日本政府。好，去跟美国签一个台湾返还日本这个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咱返还日本了。好，跟琉球的琉球返还同款。等于日本了，一段时间，咱爱个要求日本的母国，因的参众议员爱定一个领土分离条款来做法官，有这个法官开定来办台湾公道。这个领土分离条款是非常重要，日本天皇若无答应。你后壁就无多公道，啊，公道嘛有其他的选项，看是你要变作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还是要跟日本国、大日本国变作啊邦联，像大英国是安尼。哦，咱是完了一个国家，但是尊称日本天皇为我们的元首。哦，就像即马53个国家的大英国是尊称英国女皇为他们的象征性的国家元首。哦，加拿大、澳洲、新加坡，哦，人家拢是哈、哦。好，那么以中华民国的名义，要从啊，你那啊，头拄仔就讲无着。好来，台湾的独派人士伫遮第一步拢还袂做着，咱即马就伫咧，咱即马伫遮咧受训，咧告美国，就是要要求美国军政府入来台湾。咱今第一步都还袂做完咯，还袂完成哦。台湾这些独派，民进党这些独派，就直接跳来到后壁去啊，拢无管中央这些照国际规则所做的这些动作，拢无一步一步去完成，一声就为这就要讲跳来到台湾公投，所以美国唔要作受气的，美国三令五申更改，迄当时嘛，那个陈水扁讲，台湾袂使办公投。因为你无资格嘛。好，过来，咱来看用中华民国名义要去登一重返联合国。来，咱来看联合国哈，1971年10月25日的国际文来来滴讲啥？伊讲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他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将蒋介石的代表。从他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啊，来你来看，今来底敢有讲，甲中国赶出联合国无呢？敢若讲甲蒋介石的代表从他在联合国组织，甲驱逐出去哈、啊？表示啥物？联合国，迄、那个 China 的。讲中国，无论你，伊即嘛是无咧管理，啥物人哪一个政权起来代表中国？以前美国所承认的是
国民党政权代表合法中国，蒋介石这个国民党政权，去由毛泽东政权甲推翻了。1971年，甲换邀请毛泽东的代表，的政权的代表来坐迄个桌啊，坐迄个位，哈、哦，好。另外，个椅啊、桌啊、名牌、椅子拢要滴的，只是这椅啊换人坐，换上坐，当然是换毛泽东的派系的代表咧坐嘛，哈、哦。咱来看有无？这个车哪拢要滴的？这个桌要滴的。以前这是蒋介石的代表派去遐咧坐，即马联合国2500和国语文，加蒋介石所派的代表赶出去，和毛泽东派一新的代表来伫遐坐这位。所以中华民国并无退出联合国啊，没有啊，好、哦。所以你别那个等于抢完。所以阿扁迄阵咧讲台湾加入联合国，是讲我阿扁也要在遐另做一条桌啊，做一条椅啊，做台湾这个名牌，无要含阿强啊抢迄位。中华民国吼，马英九政权因咧讲诶，是要阁等于抢这个原地这个 China 这个位吼，那、哦、当然无可能吼、哦。好，好，啊，咱来解读这个 China 这个翻译的意思啦吼。哦以前讲到叫做瓷器啦，器啦哈。啊，咱这个瓷器吼，澳洲足爱，因为足水的。哈、哦，迄阵呢，瓷器早期爱为中国运去到澳洲的时候，爱经过丝路，啊，有诶经过船啊运去到遐，这瓷器可能比黄金较贵哈、哦。啊，那瓷器我是承认讲，这着中国人发明，吼、哦，算对全世界。有好的这个起到好的这个运用的作用哈。好，过来瓷呐，尾啊，这是音译啦。日本人咧翻这个中国是瓷呐，就西呐嘛哈。啊，那中国人啊听到瓷呐都起动，都起笑，作秀去的，唔知什么原因。啊，这个翻译呢，刚才咱咧翻译讲迷你裙的迷你，哇，那么就翻个音呢。咱就袂起笑，啊！即个翻音过来讲起笑，中国人起笑，吼、哦。好，啊！那用台语讲叫做“菜拿”，吼、哦。啊，过来吃拿，我即马共产党，咱较早台湾拢会讲啊，食国民党啊，啊！即马共产党又咪讲啊，食共产党，啊！即马来吃拿一家餐厅比较好，迄种开公家的钱，吼、哦。啊！即马来菜拿，吼、哦，拆倒位。都市更新，好、哦，含建商、官商勾结哦，迄因这个国家哦，下令讲4月18以前，恁来搬走，啊，若无隔天怪兽来就卡掉呀，你敢唔搬？唔管你内底恁本地遐一寡物件都咧怪兽拢甲喊唔掉，所以因专制集团，迄集权有一个好处，种效率足好个。但是贪官污吏一大堆，伊利用权势压制你，叫恁遮地区的人拢搬走，阮遮要都市更新，含建商合作嘞，绝对红包一堆。所以中国人遐高官，大部分呢，吼、哦，100个还有80个吼，拢、哦、有美国籍、欧美吼、哦、加拿大的国籍，啊，拢囡仔拢送去欧美读册，吼、哦，啊，拢伫遐资产，钱外国的钱拢寄伫美国，还是。欧洲的瑞士哈，过来钱呐，看对了有钱好退吼，那么下面的好亏肥缺哈，我这中国人都上爱钱的哈，中国人爱钱，不爱命哈，所以中国人咱和加加变中国人哦，连外国人都看咱袂起哈，因为咱有沾惹到。中国这不良的这个系统啊，是这个教育吼，连咱的水准拢要求低啊。无咱迄当时日本管咱50栋，台湾人迄阵是堪东京的素质哦，差不多。因台湾人嘛足巧吼。好。那么伫国际法的规范定义内底，中华民国1949年就已经灭亡啊，亡国啊。连蒋介石家己伫这个阳明山的什么？
中国那个国家那个实践研究院哈，三民主义国家什么研究院，家己咧演讲的时候讲，如今我们已经成为亡国之民了。伊家己讲，因亡国啊，蒋介石家己讲啊，吼，已经亡国啊，当然无法度去代表中国嘛，吼，迄是因为美国硬是支持蒋介石，因为要伊坚决反共，因为伊看毛泽东这共产党是，吼，血海深仇，所以美国相信台湾交蒋介石伊袂出卖，吼，伊一定极力反共，一直甲支持到1971年，吼，卡被退出联合国，美国我那迄阵大势已去，中国你讲土地面积？中华民国敢那剩金门、马祖，安尼要代表全中国，讲袂过。啊，讲人迄边几十亿个，啊，那金门、马祖，包括走路来台湾者，中国流难民，头两百万，哈，200万变啊，代表遐个差不多10亿个中国人，啊 ，OK。那么伊剩金门、马祖，这是一个残余国家啦，哈，死蛇活尾流。规只死了了，就剩咧尾流咧叮当，剩这个尔吼、哦。所以中华民国已经死啊，无法度反联。那么台湾国还袂出世，免他入联。一个死啊，啊一个还袂出世，吼、哦。好，我来讲一个三个精神病，到底精神病啊、哦，这个故事。你。精神科医生每三个月要把这精神病院叫来，伊诊疗师阁检查一遍，看以前开的药食了有较好无？啊，所以医生就伫这个伊的壁遐画一个门，啊画一个门把，啊甲迄三个精神病院讲，啊恁三个拢好啊呢？会当为这个门出去啊？真正两个状态，你抢门把要冲出去，医生喊头讲啊，这药还阁点开。可能吃一粒无效，即摆加开两粒好食，又搁抓转去关。啊，伊就总欢喜讲哦，另外迄个拢无叮当，啊，即、這个好啊，看总欢喜讲啊，啊你好啊，你太无爱为遐出哩。迄、啊、个安怎甲医生回答？因为迄两个笑的，啊锁匙离我遮无来，甲我摕锁匙要哪出哩？哇，即、這个搁较吃力。好、哦，啊所以第三个拢爱搁抓转去关，哈、哦，还是又爱换。啊，咱来看这个，这三个哈，这三个病患是毋拢无认为家己有病，拢认为讲伊好啊，哈，对不？啊，上头前迄两个冲去开门的是无台湾意识，无独立思考的能力，无党无派，啊，无独立思考能力，就讲，干那拢听命行事。啊，这台湾人，迄个国民党来，家家拢干那要听命行事，干那要相信教科书所讲的。哦，咱若咧讲这个论述吼，作信中华民国国立殡仪馆编的册，遐教科书所讲的人，我讲，奇怪，啊，你读的历史课，感觉读的无同，是不是？啊，迄就是迄个定型教育啊。国民党若咧出考题，总甲你出填空题，有无？若爱四字，你若写五字唔对，写三字嘛唔对，一定爱标准答案。台湾人就细汉就弄那个红加工，戆戆啊，等咧等标准答案，无独立思考能力，无逻辑分析的能力，袂晓分辨正港的是非，吼、哦，吼、哦、啊，无党无派，就是讲假清高啦，哈、哦，啊，我无咧插这个政治啦，啊，政治作乌暗的，作龌龊的，我无咧插这個，安尼。好，那么第三个是独派的因素。自认为阿有台湾独立建国的锁匙啦，锁匙伫我遮啦。啊，恁台湾民政府啊3-5万人呢，阮民进党三五十万人呢，啊，阮遮道党都因国民党无法啦，你无来跟阮夹，较有可能哦。就认为讲独立建国，敢那因的专门就对啦，因也无可能，别人更加无可能。伊唔知影讲咱唔是咧讲独立，咱是要。回归日本，哈，好。那么，咱台民政委是这个医生是台民政委成员哈，
伊拥有正港正确国际法律，两岸旁观哈，咧观察，咧医治患病台湾人。哈，所以咱今仔来遮咧学习遮，咱是要来学做医生。台湾人拢有教教读个歹呀，内底拢一挂毒素，好咱。来遮上课，就要学做医生，将来要哪甲因讲，互因了解讲，恁过去国民党遐所学来的切，迄拢唔对的。哦，咱直接咧讲的，较是正港的国际真相。哦，互咱台湾人拢了解，觉醒起来。即摆是咱台湾人未觉醒，就是拢认为咱和中华民国管正常的应该。伊唔知影讲咱是日本臣民，哈、哦，伊唔知影讲咱是日本的台湾。啊！你来学学好呢，哈！啊，无学两步啊，出去就要电风扇，就要扛人收钱啊呢。有时啊，你要扛民进党个，有诶较认真读个，你钱输伊呢。以前我拄啊接到咱秘书长这论述，好欢喜个。倒去甲我较早遐民进党遐朋友好，扛伊就讲甲安尼吹乱全部，讲甲咱足兴奋个，因为迄阵有够欢喜，台湾存这条路呢。迄阵我认为是安尼，啊，确实较真嘛是安尼。但是咱迄阵较袂晓讲，袂晓较软软啊讲，吼，堪比安尼理直气壮拢讲到大声，讲到颔棍筋作大条。啊，有只讲到香港，较实在吼，就准用镜我来甲我望看，啊，你头壳有小歹无？有啦，我都39度，较真拢遐39度。啊，若堪咱较无识个，互相都在三百八啊。读个歹去，嗯，我就是安尼吼。所以你若要去跟人讲，真正爱亲头论，你上少甲读两遍，较出力跟人讲。啊，若出力跟人编，你讲发你讲袂清楚，搁转来读。好，唔好出力，讲袂好势，所以讲啊，恁台湾民政府这三卡鸟啦，啊，讲个拢无，讲袂认真，人就看轻咱这个论述，哈。所以学甲做你讲，医生要开刀，开了就爱先讲，莫开伊死啊！啊，了解无？啊，咱要出去讲讲，我即马拢用较软的方式讲。啊，闽南有一句话讲，软蛇啃猪有无？吼、哦，啊，甲软蛇啃牛，迄只牛遐大只，迄只蛇啊，边啊长啊，足好啃的哈。啊，你会记有一个温柔的力量，尤其若你若有恁太太做一起哈。有女孩子伫现场，查甫就会较清楚，你让就袂让个颔棍筋哦，挡大条哈。啊，那么咱有一个东西吼，较早捌做技工伫迄个龙华堂捌听过吼，伫个罗德高雄罗德，哎，就以前中华民国拢无咧管咱台湾人个生死，做者人精神错乱判，读个判个吼，啊，无病好送，无病好。治疗所了，真侪人拢甲亲人甲关伫家己厝内底，也会用链仔链开，啊，足可怜。啊，尾下有龙华堂迄个书有法官，吼、哦，去甲遐个破病有精神病的人拢甲带转来伊遐咧甲治疗，甲因弄过无？啊，有滴带出去表演，啊，收一寡捐款安尼。啊，咱有一个通知。过去捌伫遐做志工，伊咧甲我讲讲，讲者郭主公伊伫遐做一个做志工的时，啊，看者人都看到，堪比咧讲话对答如流，拢足清楚个。伊讲啊，你都好，你奈不爱出去啊？迄人吼，讲好无，外口做危险个。啊，你当真甲问，是安怎外口做危险？迄外口拢笑个呀，讲外口拢笑。好、哦，啊，所以。伊讲外口拢笑，拢你若出去，外口笑会危险嘛？啊，伊拢无想讲，伊家己就是笑的吼。啊，所以咱出去敢讲，咱真爱讲个清楚吼，无凊彩讲讲啊，甲对方讲甲对咱台湾民众听着民众都害头安尼吼。那么理想的建构台湾未来的模型，咱来做一个检讨吼。特别个军政府。下骹，予咱台湾民政府主持，吼，咱台湾人家己主持啦，吼。啊，就来用立陶宛的模式，吼，
拒绝军政府体制下选举，予投票率低于50%，哈，予迄个投票结果没有代表性，哈。过来，根据琉球反乱模式，咱台湾有一个反乱，哈，反乱日本。过来，将来看日本结盟为邦联还是联邦，哈，咱要个是伫大日本国内底，哈，一定集体安全，哈，防卫。或者是做一个中立国，就是咱跟日本、跟美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等距外交，哈、哦。有较早迄个瑞士，哈、哦，瑞士迄阵第二次世界大战，伊嘛是中立国，伊就无爱加入这战争。但是瑞士因个武装本来真强，所以这个，希特勒，伊原来知影伊个情报，知影讲瑞士唔是好只，所以有派一个小部队去甲刺。瑞士拢种山无啥物平原，啊，所以伊派迄个小部队，伊迄个瑞士伊无法度用迄个啥物闪电战，用迄个舰车迄个闪电战，所以派小部队入去，一声就食到惊，只要听到枪声一声，德军就是那么是倒，非死即伤啦，绝对倒落。非死即伤，因为你知影瑞士因迄个瑞士钟表拢足精密，所以因做出来枪，吼、哦，甲迄个狙击镜呐倒起来，啊，你拍拢足准的，拍对，听到枪声绝对倒一个德国军，非死即伤，好、哦、啊，这个情报上到哪来了？希特勒讲啊，唔当唔当，绕道而行的，无拍这个瑞士，所以将来咱台湾。那要做一个中立国，咱安那家己爱发愤图强，爱甲军事武器发展落好，吼，像以色列安尼，你看以色列小小一个国家，吼，伊进抵以色列，头八百万人呢，啊，规个犹太裔，差不多千几万人呢，吼，占全世界3%呢，吼，但是你看边啊，遐个回教国家一两亿个人。无在调，甲拍败，吼、哦。好，来，咱来检讨本土台湾人对美国的期待，哈、哦。真侪来咱这询，上过高级班了，拢会问这个问题。啊，那也无爱叫美国拨经费，互咱台湾民警发展组织。第二，那也无要叫美国军队赶紧来占领、接管台湾，哈、哦。那也不要赶紧叫美国甲流亡中华民国政府甲刷去金门妈祖，差不多会问这三个问题。那么，你甲想啊吼，这看敢那拢足合理的，但是头一个要叫美国人拨经费，咱台湾民众，啊，这就牵涉一个尊严的问题。咱台湾人那无法度自立自强，家己。来发展组织，唔免靠外国，吼、哦，这是一个尊严的问题，啊、哦。那无要叫美国军队来占领接管台湾，好啊，美国要入来，啊，咱台湾家己，咱台湾人读个有清楚未？那美军呐入来，啊，台湾人读个无清楚，换咱要跟美军小战，要输赢。阮已经获得中华民国管得足有足来，啊，你搁加个美国要来甲我管，读个无清楚，煞要跟美军小战，啊、哦。过来要叫美国甲流氓中华民国刷去金门妈祖，可以啊！伊要刷去，啊，换啥物人要来管台湾？军政府下骹有民政府，啊，咱台湾民政府准备好未？好、哦，美国要求咱的两个，咱也未做好哈、哦。啊来，啊咱来认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跟日本包括台湾是敌对国，咱即马咱台湾、日本甲台湾拍败哈，战、哦、输。所以比占领，啊，美国是占领者，美国对咱台湾民众两个要求，咱敢准备好啊？啊，这而且嘛，一个占领者，啊，一个被占领者，上下位阶无共。占领者是有高权，也当发号施令，叫你比占领者人民，你爱听我的命令做代志。啊，咱即马倒变换煞咧，敢若命令叫美国爱做这代志，敢若？那在那个洗手间，咱员工去拄着董事长，
啊，就当初，当初就啊，那扁舟加拉什比他无陆陆续续的都变，好、哦，咱员工咱备战领导咧要求顶上司爱做啥做啥，啊，上司甲咱要求进两行，咱有准备好对两行，就是爱训练四千个这个。执政的哈，接政的人员，头壳爱清楚的，即类似种子教官，吼，就是恁来受训，主要目的就是头壳爱先清楚。咱家己做民政委官呐，无头壳无清楚，是免啊领导会开人，吼。啊，过来，爱发41万分的这个，当民政吼，做发的，正讲咱台湾人的身份证，吼，好。台湾是一只未沉的防空母舰，这麦克阿瑟跟你讲的哈。那么台湾人应该爱亲美日来共同防卫台湾。啊，你会记马英九哈，叫人讲，哦爱讲大陆，唔好讲中国，伊就是要用大陆摸咱台湾人的头壳。然后你来看马英九所作所为，哦有够像中国派来伫台湾的总督。你甲看伊所做诶，对台湾有利诶拢无爱做，对中国有利诶吼，作死命做。所以我怀疑讲，这根本就是潜伏在中华民国内底最大的一个匪敌啊！迄阵时啊，国共内战，蒋介石部队安尼兵败如山倒，就是毛泽东应该派匪敌入来到伊诶，或者。因迄个战略会议内底吼，所以你咧战争咧模拟推演，要那布阵、布讲好，遐消息就了了去毛泽东遐个，所以更简单更输吼。好，那么马英九咧联共制台，那么咱台湾人就要联合美日来共同防卫台湾啦。马英九利用这个哈。马基奥，看明这个日本的男朋友，啉烧酒醉了，拍恁台湾的司机无？吼、哦，迄阵电视安尼连续安尼透早报到暗，报到报到宵夜，安尼24点钟报到一礼拜，迄就是要引起挑起台湾人仇日恨日，哦，这个心啦哈，过来利用卢美流事件哈。美国要进到坐罗金的牛排的台湾，啊，卖叫做调研家这资料，趁我民进党的立法委员，那叫做关碧林，予伊摕这资料伫国会立法院内底咧执行官员，讲啥呐？美国只要求要进口毒牛排，予咱台湾人食，咧制造台湾人民来仇美、仇美仇日。因为会当保护台湾呢，就是美国甲日本。啊，马英九调控特别创这，予咱仇美仇日，跟日本连接袂出来啊。好，啊，你再看台湾边啊，这罗马国家阿强啊，哦，啊，咱离美国这样，啊，日本哦，伫即个所在，虽然远，但是美国有基地伫关岛、伫奥克纳瓦啊。那么美日安保条约哦，周边有是包括台湾。那么我有时啊，你想讲空虚妄想啦吼，你想讲哪，咱台湾民众有执政，咱是不是？迄阵发国际包、国际发国际包哈，国际标了哈，就是邀请全世界上聪明的这科学家发明两样物件，一个上大机、上来机啊，为台湾下骹甲固定。啊，过来发明第二核子的这个发动机，上大粒、上有力的，佮导下骹。啊，准吼，佮晒，再来美国边啊只吼，啊，找一个较适当的吼、哦。我认为拄啊，圣地亚哥这袂歹，这个所在。啊，只圣地亚哥是美国的航空母舰的母港。啊，莫晒上外哦，莫侵入领海哦，吼、哦，啊，都伫这个外海吼。哦差不多100公里啊，找一个所在甲搁浅安尼啦。安尼阿强啊，迄啥物伊个 M 族飞弹吼，讲要2000，即马已经要2000粒啊。哎，三，迄拢射程300公里呢，咻，拍人到遮就落落。
我都拍来到这，哦，安尼进咱台湾较安全。嗯，困懵困迈有白帮啊！我有时在想讲，有够衰，咱太唔咪唔是伫遮，那也太去设伫遮吼。啊，这个无风台，吼，哦。OK， 啊，这纬度啊，差不干，吼，哦。好啦，咱来看阿强啊，去甲乌克兰买空壳。报废航空母舰，一种叫做瓦格良号，哦，瓦良格号，差不多，干那迄只空壳船要运要塞转来，因无动力啊。乌克兰家内底引擎啊、武器、线路拢白白存空壳船，啊，怎啊要运两安怎？用拖船拖，用渡的硬渡，渡到要两年，才渡转来到迄个青岛呀，吼，哦，因为这个做船的基地，去啊经过十年改装。啊，到因的家己演员去哩，哇！啊，什么汽车吼，咧是咱乌云家即型的。我想啊，靠啊，这是清朝时阵的用烧煤炭呢，有够型的吼。啊，所以我那个笑个吼，啊，咱另外个笑讲，伊即只咧试航咧出航，哦，啊，这咱啊，拄好个咱啊，这个翻做闽南语讲瓦良公号啊，你瓦良公连一个演员都做袂好。咱的车呐，塞到摇晕，差不多那台车爱报废啊！爱做新的出来就摇晕啊，只做做做来报废啊！啊，咱个笑吼，你嘛改名，讲啊不好，改一个私人号，或者私人叛变郑成功的私人，嘛改私人啊！啊，这闽南语讲多私人号啊！哦，啊我两公啊，啊你嘛私人，啊你嘛笑哦，你嘛又搁改啊，搁改名，改哪？改辽宁号。哇！啊，闽南语讲啊，撩人呐，拄啊，我两公啦，啊，我死人啦，啊，我撩人呐，那啊，即马那个笑吼，讲全世界航空母舰顶悬无无人机的拄啊，即只我两公哦，好，因为迄阵啊，苏联啦，俄罗斯不也改俄罗斯啊？哈，俄罗斯不爱卖伊这个拦截锁，你无人机你有法度。滑跳，伊这用滑跳，这个就是两公的航空母舰，较用滑跳式的。你看人美国的航空母舰，甲板拢平，伊用蒸汽弹射。啊，即马上新的是用电池，用电，甲你送出去。啊，阿强啊，无这个技术，连苏联、俄罗斯都无即款蒸汽弹射飞行器这个技术。因这技术，这是英国人发明的。那时候英国跟美国二次世界大战是很好的盟友兄弟国，所以英国不要再继续发展航空母舰的时候，有把这些专利无偿移转给美国，所以现在只有美国有办法做而已。再来阿强啊，没办法做那条 YS， 因为那条 YS 是很高科技的一个 YS，伊还有够软，有弹性，佮有够用，飞行机迄个落来迄个冲撞力袂去拖动伊，吼、哦。所以阿强无做这条 YS， 你莫看这条 YS。俄罗斯嘛袂见无卖阿强安那。过去中国人信用歹，哦，伊甲俄罗斯讲定要买三百架的这个苏凯二十七，结果交一百架了，讲买佮交后边两百架买交啊。伊即马甲苏凯二十七家己拆，落去逆向工程家己发展歼十，有无？因为歼十就是轰苏凯二十七的，所以过来要甲买 YS， 哇，俄罗斯袂肯买伊啊！哇，你个信用歹，你有才调，你家己去做 YS， 哦。啊，最近唔来去甲对一个国家买了中国 YS， 即马有听讲有 YS 啊，哈。好，哦啊，即几年啊，大家拢烦恼讲阿强啊，科技啦。武器发展拢足强大，啊！即拢去共偷摕，就我讲用网络去偷窃人的研发的成果，吼、哦！所以即几年呢，遮紧就是发展遮紧，伫即个科技武器，就是拢安尼。但是因发展堪比讲，还阁上少差差不多三十年，吼、哦！啊，比如拢计先，拢讲哦，你做搞，你做搞，我普通普通尔，搞的人拢。放点点，上好你来惹我，啊我
较来好啊，给你修理。卖美国加强去讲欺负这个弱的这個中国哈、哦。好，那么雷根哈，伫、哦、这个美国迄、那个美国的空军太空司令部哈，伫1982年的成立哈。迄、哦、阵美国这个雷根总统创的新战计划。俄羅嘛，蘇聯的解體跟這個新戰計劃關有關的。當然那時候這個雷根總統放風聲說，他們已經發展太空的衛星，我就發射雷射炮，另外雷射炮是光速、哦、一秒鐘就到位了，你根本來不及防衛，沒得反應，不像說現在、哦、以前兩輸的核子武器恐怖平衡，你蘇聯你有万几粒，啊，我美国有8000几粒，但是这要互相毁灭，全地球7倍没有问题，所以两个拢唔敢起波弹攻发射核子弹、核子武器，叫做恐怖平衡。啊，即嘛，因为这发射为俄罗斯、苏联这发射，要来到美国要点外钟，还佫有法度反应，但是这雷射炮直接就到啊，迄无法度，所以苏联惊着，请所有的苏联呢。科技的人才拢在原来咧研发太空雷射武器，结果造成苏联的经济崩盘，准苏联准瓦解哈。好，那么在1969年，美国的因为太空人阿姆斯壮的登陆月球啊，啊这另外，差不多45、46年前啊，哈，美国的登陆月球，啊中国呢？2012年，还搁咧太空舱对接啊！哦，迄阵连迄阵嘛，还袂登陆，有人的这个人还无法度去哩哈，无法度登陆月球。啊，另外咱查话者，上少都45年嘛。因为太空科技就是表示你的国家的这个科技的正港的能力哈，你的全球定位啊，另外连这个那个 GPS 哦，全球卫星定位，这嘛美国的。当然，阿公啊，今麦我咧发电，伊个北斗卫星，吼，阿袂建制完成，吼。好，那么有人讲，台湾经过多年来民主选举了，逐渐转变为主权独立的国家。咱秘书长捌记者咧讲，敢若讲，啊，一个人本来使儒良啊，儒良个马古堪面如盖港，吼，有无？儒良个三公山，啊，你看看使，慢慢啊使，这台车挂尾来变如出来。敢有这可能？咱讲这台脚踏车，看我骑骑到尾来，原来变四轮的，咧供销的，哈、哦。这伫国际法来讲，无这个法源，国际上嘛无这个先例，哈、哦。那么台湾的战争在还未形成，日本台的，哈、哦，天皇这个日本的台湾平和，还佫伊的主权底下伫美国手里，你若无提钱去行，无可能赎回来。所以嘛，无可能变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头先讲啊，那独立会成功，变70年啊，应该早就成功啊。啊，若未成功，绝对有问题。好、哦，好。而且美国讲，台独代表战争，这底下伫我手里的物件，你要甲我提对啊？主人还袂提钱来行，你要甲我提对？好、哦，你台湾人要甲我提对？好、哦，好，过来。台湾有两种，哈、哦，这种思思也有两种，台湾也有两种。来看，一个政治的台湾，就是流亡中华民国政府，哈、哦，今嘛美国甲称呼台湾治理当局，伊的头家美国 AIT 美国再来协会，伊的头家是美国国务院，佮起哩迄个头家叫做美国总统。啊，这边你来讲政治或者啥，高明的骗术。诸葛前辈安尼讲，最高明的骗术。好，所以因咧讲的话，会让模棱两可，拢讲外交语言，吼、哦，让你听安尼对，那边听也对啊。好嘞，那这边法律的台湾，就是咱台湾民政府咱咧讲的法律，叫国际法，叫就敢那交通规则，全世界的交通规则拢共款。敢若分左字甲右字，很多类倒边啊正边，红灯爱停，绿灯才会当行。OK，
啊，咱是照国际法，就是国际交通规则咧行。咱电管有一个头家叫做美国台湾军政府，伊个头家嘛是美国国防部总头家，行政首长美国总统。这边所讲的拢法律定条条，袂使学袂改。好、哦，所以要照国际法来。台湾有发生代志，1996年哈、哦、台海危机，根据台湾关系法，美国总统克林顿就要下令叫国防部派两架航空母舰去台湾来过台湾。好、哦、，OK， 哎呀，开钱呢，哎，拢唔免咱家要求。好、哦，伊主动伊就开两架航空母舰战斗舰就开来。好，啊，咱来分析新日本国兼大日本帝国。好、哦，新日本国伫1952年4月2日正式脱离大日本帝国，而且啊，伫差不多4年后加入联合国而自治。为者你来看，联合国就是较早同盟国所组成的。啊，咱迄阵日本皇军是咧兼。即系蒙古咧修建，啊！即嘛你个家里面阵营，表示啥？跟他叛离大日本帝国，啊！啊！日本天皇就今会已经改个权力悬置起来，啊！日本天皇袂使，啊，袂使插日本的这个政治啊！哈，好。即嘛日本政府是主体政府呢，犹阁唔是完全主权独立的国家，真呐。你若是一个国家，你一定有军队。宪法，日本的宪法，帝国宪法，迄个麦克阿瑟将军甲改做和平宪法，规定伊袂使有军队，规定伊无宣战权，袂使发动战争。好、哦，所以日本唔是100%主权独立的国家。好、哦，啊，你讲红色，包括韩国，包括台湾，包括南海。即过去，即个家家的叫做大日本帝国。那么即卖新日本，敢那剩大概都本州、九州四国剩只，哈、哦。当然琉球伫1972年已经回归啊，哈、哦。好 ，OK。那么什么人可以这样称作台湾人？我来来讲，认同台湾的，还是爱台湾的，住伫台湾的，有中华民国国民身份。咱来检讨，认同台湾的就能做台湾人吗？唔对了，好、哦，你若讲这个逻辑会通，哦，今嘛足多人，尤其中国人，足认同美国，拢偷渡去美国，安尼因认同美国就是美国人吗？唔是吧？所以，较早认同台湾的，遐偷渡来台湾的，到尾也抓到，嘛是爱甲送倒转，好、哦，唔是讲你用卡。走来台湾，你认同台湾，就一定让你做台湾人，不是？吼、哦，要做台湾人，要有经过合法的程序，你要有意愿，还有主观来办，经过合法的程序，才能变成本土台湾人。吼、哦，我讲爱台湾人，就一定做台湾人，嘛唔对。胡锦涛、江泽民、习近平嘛，足爱台湾的，对不对？爱要咱爱到要死，要爱咱死，吼、哦。所以。看因遐汉人吼、哦，离乡咧较无代志。过来啊，住伫台湾的人，无论新住民啊、旧住民，新来后到，拢总台湾人，你嘛唔对。你后壁来1949年来的，这非法入境啊，这是非法移民、非法的武装难民啊。啊、哦，因他也这样做台湾人，袂使。虽然你住伫台湾，但是将来咱台湾民政所发签证会。那咱本土台湾人，咱的爸爸妈妈还是阿公阿妈日本人，安尼咱就是本土台湾人。咱的身份是 TW， 啊，那因遐难民，咱个发 CE 这个身份 ，C 就是 Chinese 中国人 ，E 就是 exiled 中国难民，哦，咱发难民证而已。伊提一张袂使参加咱民政府的做公告人员，伊遐老师拢爱退掉，你袂使个误人子弟啊。像我就是被迄个中国老师教到外国起出来，一讲个腔啊，听拢无。哦，像咧教阮电子学，
迄去叫空军幼校的空军幼校的老师来教，我迄声音有够重。伊讲变压机，你听有无？变压机啥物件？变压器。伊讲真恐怖啊！真恐怖是啥物件？真空管。你才听有，所以误人子弟。将来遐个中国人做老师，拢会退掉，伊袂再做教育人员，佮继续我教咱读个下一挂中国本事吼，嘛袂使参加选举，做候选人也袂使，连投票嘛袂使，敢若有本土台湾人的身份才会使吼。所以以上遮要做台湾人个拢袂使，爱经过自愿义务意愿，佮经过合法程序，才会当变做本土台湾人吼。再来，你来看这個新闻奖顶冠，我头拄仔咧讲啊，只要有一个身份 T W 哈 ，OK， 有 T W 这個身份，开始这样做公告人员参加选举，哦，所以以后就无男女对抗啊。所有的台湾的将来代志要公道，拢是咱台湾人本土台湾人咧决定，好，无男女对抗。那么咱头拄仔要发的迄个新闻奖哈。这是根据咱台湾民政府参议院通过《台湾公民权利法案》，根据有这个法案，咱才有法度发头拄仔的身份证。所以咱这是照规矩来，有法源依据哈。我是台湾人，唔是中国人，我爱台湾，所以我摕台湾政府所发的这个身份证，唔是摕这张啦，哈。好，啊，这行政书，好。那么。你看这张树啊，是足水的哈。这个是成功大学迄种迄张墙啊，国民党拄啊作成这张墙啊，伊的根吼，伫台湾安尼渗透到全台湾，咧输咱台湾人的血汗，吼、哦，甲国民党饲到安尼遮大丛作用的。啊，咱都想有啦，啊，咱嘛一个美国民党，咱有三明治有。三立电视台、民视新闻、啊、自由时报，啊，干咩？一举十年，咩咩倒。哦，迄阵咱像我，咱嘛有咱本土的电台、电视台，哦，啊，干媒体，啊，这敢那树尾咧做风台呢？有一挂叶啊，可能迄个从风头尾啊扫落去呢。对这张树啊无影响，风波过，国民党政府嘛无代志。我、哦、你看。咱台湾经历偌济事件，哦，食安风暴，嘛贵嘛，敢那无解着。那么咱台湾民政伫只咧教只法律，就是咧要来乌野金，哦，个乌灯，斩断伊个即个经脉、人脉，用国际法律，要要求美国政府爱。正港亲自占领台湾，唔是要三流的中华民国管，吼、哦，一流国家来甲咱管，咱一定会脱胎换骨，吼、哦。啊，即囡仔站当这张树啊，树无养分，伊家己就枯萎来倒，吼、哦。台湾足水，但是台湾虽然无水名，台湾伫这个国际航道的这要道顶管。大家路过拢作爱。迄当时，美国伊个黑船，去日本有一个黑船事件有无哈？日本受到这美国的黑船佩里将军所派去这个黑船，哦，受到刺激，他开始往外去学习欧美的这个文化，甲一挂新的科技技术，所以明治维新哈、哦。啊，那么。佩里将军路过台湾的时候，有向美国总统发言讲：“这块土地真好，战略位置足好的，要求美国总统哦来占领台湾，还是来买台湾呢？”但是迄阵美国经济无好，所以这个代志准不了了之。那么日本。根据下关条约来占领台湾，发现土
迄阵台湾三年哦一小反，五年一大乱，啊，台湾人和平歹甲，啊，所以造成讲日本人讲想要放弃台湾，要甲台湾平和，要卖予法国。迄阵敢若讲要卖一亿法郎啊！哦，迄阵也真正妙想吼，哇！咱即马大家拢啉法式咖啡吼，啊，咱拢拉法语，啊，法语咧讲，我听迄个腔调吼，真好听吼。那么法国人较浪漫哦，啊，然后法国馆，嘿，咱今仔嘛不一样的风貌吼，嘛可能都无。国民党阁走来台湾这代志啊 ，OK， 好，好，虽然无水面，就讲咱过去四百年来拢咧皇管，拢外国人咧管，为荷兰人管，吼、哦，荷兰人甲台湾，吼、哦，迄阵用安平做基地，做贸易基地，叫咱原住民去打蜡、出落皮，有无？迄阵台湾的鹿啊有够侪。入口比人口还多，咱即马拢讲出门要小心吼，莫有车弄。爱阵咧交代讲，出门爱细致，莫有路啊弄着吼。啊，落尾迄阵伫北澳吼，啊是纬度较悬的所在，需要用来御寒来做一挂工具吼，手套啊是马鞍之类的。啊，那么台湾迄阵变作。荷兰人的贸易基地，荷兰人迄个地先讲赶走，荷兰人甲安平当作反清复明的基地，咧反清。哦，清朝来了，甲台湾当作捞钱的基地。哦，所以因有一句话讲：三年官，两年满。因为台清干呐规定，你来台湾，你当三当，你一定要离开台湾，不要你继续待遮，跟原住民合作伙。啊，将来若讲要去反清复明，还是要变作家己一个国，啊，所以因赶紧伫三年还没满，进行两年的歪歌，落底下地个满。甲午战争了，换日本人来接管台湾，日本发现台湾是宝岛，台湾物资丰富，台湾呢一年会当收三季，两季的稻米，寒天会当收大豆杂粮。啊、所以发现台湾这个宝岛以后啊，真正足认真经营，把台湾经营变一个粮仓，因为日本欠粮食，所以需要台湾来做粮仓。有粮仓，依靠资格发动南太平洋战争。啊、这太平洋战争，你要修建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台湾就是会当提供粮草，才会当做。日本南进太平洋的这个前进基地啊，哇！李主见了麦克阿瑟将军的一号命令兵呢，蒋介石派部队来了，哇！啊，个国共内战，蒋介石输，规个大量的武装的难民走路来台湾，台湾又个变作蒋介石因中华民国的反攻大陆的复兴基地，啊、台湾有够衰。水到现在还在水，还阁由国民党政权在台湾咧甲咱吞打，啊，所以咱台湾人爱靠骨气的，读个爱清楚，啊，真欢喜恁今仔来遮上这课，甲读个内底过去错误，国民党所下入的这毒素，甲清我出去，吼，啊，希望大家继续拍拼，吼，啊，我今仔时间到，我讲到这为止，哦，多谢各位，大家继续拍拼，哦，多谢。